加油吧！那我把它，我相信他今天一定很美，因为他今天四点半就起来化妆。姐夫，请下车，祝你们百年好合。谢谢。报告市长，志在必达。好事，我来了。准备好吗？第一关的话呢，叫做爱情常在这里。哇塞，第二次机会。对，应该是四号。你不用讲了，我扮成新郎，我新娘。好，我猜四号。错，就是你，你要回答，乱回答。想不到哦，还有其他对手。有没有礼貌？为什么今天不是新娘先亲我？爱的冒泡，戴上特殊道具。进去啊！来，谢谢。好难的，哎，可以好，可以好。有了有了，哎，那你们让人看到了，这是要克服你的羞耻心，感谢你的牺牲奉献。哎，还好啊，要不要伴郎郎？那力气够吗？没有想象中的恐怖了。对四人来说，四人来说 ，OK OK。用水吸纸棺才算。这好难哦，要吸哦，两点要吸。你们不要找透气的嘛！我在吐给他的时候，他把吸气他就烧了。对你爱爱爱不完。用水摇笔，写出我爱你，一定要写繁体，你一定要写成四行的你，要完整哦。反正这伴郎要出来了，我觉得我可能在地上撑三次了。杨森，加油好吗？可以，可以哦，小冲一下。失败，失败，但是没有完成啊，不过差一点，好不好？差一个你。闯关成功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看他衣服很美。有你啊，相互敬语，双手。亲爱的老婆，我们交往九年多了，就明年要迈入第十年。那这段时间一直以来，其实并不是说非常容易。我们有过相当多的欢乐的时光，也有一些磨合上的争吵。
但是我们都一起度过来了。那在往后的日子还有几十年的时间，那希望我们可以在这样子幸幸福福走下去。那我当你一辈子的老公。事事了解彼此，大家多包容。是啊，有爱，有爱是真的。会，好吧。男人肩膀要硬，对，把人家顾好就是。好好。包容这个，包容这个小公主。天内，你要丢掉你的坏脾气，要好好的把你的家经营好，像一个饺子。妈妈，我们会很好过生活。好，妈妈听懂你的话，然后会好好的，尊敬父母，然后。照顾好先生。爱心的概念一样，爱心上爱心。哇哇哇哇哇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们会好好相处。因为彼此的感情走了这么多年，都会了解彼此，这个不用担心。认识我的人，包含你，大概都可以知道，就是我从小大概就是一个很极度浪漫的女生，就是一直想成为那个菲欧娜这样这么大只的公主。认识你之后，我觉得，就是你真的有把我当成是，就是像公主一样捧在手掌心，给了我很多自由。我常说我的世界是美好的，可是并不实际。可是我有了你之后，有了杨氏的，有了我现在的先生之后，我相信我的世界因为我们而在一起，拥有的力量，拥有的爱，不只是实际，理性且极度幸福。谢谢你存在在我的生命中，然后陪伴我。我从来都一直叫，就是很喜欢叫杨氏，也很少跟他们讲，其实我真的是比较凶。然后他总是说，我常跟他讲说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这样。现在就是希望你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，然后让我很好的就是当你的妻子，然后爱你，照顾你一辈子。